双运河墙内湖的皇家美苏加尔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集。你又放了鱼姜？对啊。这么多年下来，鱼姜一直想要刺杀你，你次次都放了他。万一他哪一次成功了怎么办？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怎么了？当年那些刺杀小妖的人，你一个都不肯放过，无论多难都要赶尽杀绝，如今面对刺杀自己的人竟如此宽容。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愿意忍受委屈，承受磨难，就是为了让小妖能过上没有委屈没有磨难的日子。你啊，如此护短，难怪你身边的人个个都忠心耿耿，连我亦无法信。我的身世好像越来越强壮了。小妖，希望你醒来以后不要恨我。不恨不恨，保证不恨，只要你肯多跟我说几句话。我不知道，我被束缚在这里，经年累月的见不到天日，像我这么怕寂寞的人简直比坐牢还恐怖。坐牢最起码还有狱卒跟狱友呢。哎，这几年你是不是变成哑巴了？好不容易来一次，还经常一句话都不说。要是再不说话，我就恨你，恨你！就算你救了我，我也要恨你。你以前总让人害怕寂寞，是不是在海里躺闷了？嗯。我带你去海上看月亮吧。好啊。今夜是上弦月，像一把弓，每次满月时我都要跟你疗伤，不可能带你到海上来。我也好多年没有看见过满月了。好多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吗？喜欢吗？你若是喜欢，每次满月的时候我都带你来海上看圆月。那个时候的月亮有点像你的星星镜。你偷偷记忆在星星镜里的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等你醒来后，星星镜里的记忆必须消除。这个好商量，只要你不生气，把星星镜毁掉都可以。这是海上的大涡流，我在这儿呢，不用怕。
我从奴隶死斗场里逃出来时，满身都是伤，差点死在涡流中。是义父救了我。那时陈荣国还没有灭亡，义父在陈荣国是和严传赤诚齐名的大将军，他为了救我这个逃跑的妖奴，却被我刺伤，可他却毫不介意，竟以德报怨，传授了我疗伤功法，还说要带我去找陈荣王医治，可我不相信他，又逃了。后来呢？后来我逃到了极北之地，一躲就是100多年。极北之地的雪不但救了我的命，还让我心生感悟，从义父传我的疗杀功法中自创了一套修炼功法。怪不得你每次施展灵力的时候都好像要下雪，连杀人都美得如雪花飞舞。外人总觉得我穿一身白衣是因为有什么癖好，其实不过是想要活下去的一个习惯而已。在冰天雪地的极北之地，白色是最容易隐匿的颜色。你离开极北之地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说啊，说话，说啊。既然你不说的话，那就让我猜一下吧。陈荣跟夕颜爆发大战，陈荣国灭，洪江落魄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离洪江而去，而某个九头妖为了报恩主动送上门去，本来只是想了结这一段恩情，可没想到被洪江看中收为义子，恩义长，情却难还。这么说下来，我都有点讨厌洪江了，若没有他，你就不会是如今的身份，也不会负担陈荣的重担，更不会跟我哥哥为敌了。怎么皱眉了？不高兴了？那我给你变个戏法吧。水笑笑眉目，目光如星。你一直在为我疗伤，别再滥用灵力了。故可心明，等一次雪落，等命运吹来，算了，你的灵力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。等不到花开，等不到的等待，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，柔情生许一生生，是监狱是禁锢，心若浮屠一目目，是来路是归途，命似雪舞一步步，是孤独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恋慕是自苦，
柔情深许一生生，是监狱是禁锢，心若浮屠一幕幕，是来生是归途。你走就是37年，我在陈柔山中的凤凰树都已长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们一起赏花。苍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粮草的事耽搁了一会儿。粮草供给还未解决，能想的办法都已经想了，但筹集到的钱款有限，最多还能再支持越狱。40年的经营，我们已不缺精兵良将，无论与哪方势力角逐，我们都可以放手一搏。但粮草供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因为涂山侯，我们在宫殿账目上能动的手脚已经越来越少，真不知道哪里还能挪出钱来。锦最擅长经营，如果他在的话，这些就都不是事了。涂山璟最近的身体状况如何？缺两三手，你看太夫人送来的命灯就知道少主的身体状况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少主恐怕撑不住了。不管如何，要能喝下去一点是一点，大不了我们多熬几碗。我继续喂，我继续喂。你说少主为什么就不想活了呢？最近有号令大王姬的消息吗？应该是没有，这么大的事，陈荣府里应该会有动静。希望那位王姬早日平安，不然少主恐怕……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少主，少主！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！怎样了？我等也是无能为力，涂山少主一事油尽灯枯之象，怕是熬不过几日了。与我给少主的诊断一样。景哥哥，怎么会这样？空荡，紧守我这一生的风霜，不争不抢，不失不忘。金木骄阳，没有你的阳光，
空气只留下人浪，万物皆无光，只有你的眼明亮，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，满目皆悲伤，只有你的美上扬，等你对应一万夜光，来世写风雨，去世带走了四季，你不再再好的风景皆无力，开始汹涌来世，后来绝尘而去，你不来在小妖呢，等你答应了我的条件，小妖自然就能回来。这么说小妖已经好了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座陈荣山的山峰。什么意思？所有跟随洪江的战士都因为难忘故国，可颠沛流离，孔总一生即使战死都难以回到故国。我要你允诺，如果有朝一日你成为西延国君，划出一座陈荣山的山峰作为禁地，让所有死者的骨灰都能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。如果我成为不了西延国君，这笔交易你可就赔本了。我提我的条件，你只管应或不应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如果我无法成为西延国君，你绝不可以因此找小妖的麻烦。好，小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？几十年过去了，苍轩还会隔三差五的送东西来，可是涂山璟却不闻不问的。人心易变，涂山璟也许早就娶了防风一应，没准孩子都有了。好了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看上去你心情很沉重啊？今夜是月圆之夜，我带你出去玩玩吧。好啊，不过月圆之夜不应该疗伤的吗？那只玳瑁比你在清水镇睡的那张塔吧，你若喜欢，日后可以用玳瑁做一张塔。我喜欢，我喜欢，你把那个玳瑁给我放进贝壳里做个塔吧。那是鱼怪，他的鱼丹应该比你身上那枚鱼丹子好，不过你以后也用不着那玩意儿了。为什么以后我都用不到了？这是什么声音？真好听啊！夏柳，
我们靠近一点去听听吧。鲛人又到发情期了，那是他们求偶的歌声。这样，那就不去打扰他们了。据说，鲛人的歌声是世间最美的歌声，人族和神族都听不到。也许你苏醒后能听到。为什么我能听到？可惜听不到鲛人定情后的合唱。为什么？此事必须要回去疗伤。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。等下次你再带我出来玩吧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好奇怪啊？你今天的话特别的多，以往我求着你，你都不多说几句。你能看到我？我还以为你看到我了呢。小妖，还记得涂山镜吗？当然记得了，那是文小六的夜视器，怎么可能忘？我记得他，他不见得记得我。涂山氏的族长，怎么可能是叶十七呢？自你昏睡后，涂山竟也一直昏迷不醒，但如今已经快支撑不下去了，他快死了。涂山竟昏迷不醒，怎么回事？小妖。如果涂山璟死了，你会不会很伤心，恨我入骨？我不要璟死，可是我为什么会恨你？是你救了我呀，相柳，相柳，相柳。你能感受到我，对不对？十勺还能喂进去两三勺，如今居然连一勺也喂不进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小主体内的神机已经所剩无几，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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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。
了。是不是长肥了？不逗你了。你是那个最英俊的鸟儿，你的主人呢？我怎么没有看到他？笑柳让你带我去见他。笑柳让你送我回去，他不想见我吗？破命运的谜语，看世界的流离，爱的宿命一步去难逃避，我置身于世外，垂下眉眼只关心，不听不看守着爱心细腻，每一弯孤零零的月光里，前尘如风烟起，天地间的煎熬和不羁，每一刻孤单单的时光里，思念它弥漫起，天地间只有你，兑换骄傲只守一身躯，送一颗心别离，要一个归期，那些绵绵无绝期丢给时间去，送一个人游历，要一个相遇，那些相思无尽处，等一场落雨。每一弯孤零零的月光里，前尘如风烟起，回忆里满是你，激起天地间的煎熬和不羁。一颗孤单单的时光里，思念它弥漫起，天地间只有你，兑换骄傲只守一身躯，只守一身躯。
在家，项柳的消息。殿下，是有王阶的消息了吗？小妖马上要回来了。君夜，你去吩咐一下，让守山门的侍卫一有小妖的消息，立马上报。是。我去给王阶布置房间。等等，你一个大男人哪有侍女心机？去让珊瑚他们走。殿下不是说男人没有侍女细心吗？怎么转头自己开始忙活起来了？老婆，殿下，我记得这个花瓶应该是一对的呀，你去找找。是。殿下，是这个吗？是。一个花瓶看着孤单，这样成双成对的照头才好呢。好，那就把这屋子里的所有器具都换为成双成对的。是。小妖，真的是你吗？难道还是别人变换的吗？谢天谢地，你可算是平安归来了。别担心了，我哥哥可好？一切都好，唯一挂虑的就是你。你还没去见过苍玄。之前苍玄见你伤势有所好转，派人送你回浩陵静养。我还以为你回来后是先去了陈荣山再来看我。我本来是想先去陈荣山见哥哥的，可是我听说景病重，我想去一趟青丘去看看景。你能陪我一起去吗？你来找我算是找对了，景哥哥不在青丘，他就在陈荣府。生机断绝，回天乏术，赶快派人送信回青丘吧。少主，少主的后事如何操办，需要太夫人定夺。景哥哥，我这就去通知哥哥，啊，还有我爹和苍玄。求王姬，救救我家少主！求王姬，救救我家少主！伤过度，心神周三，五内俱伤，自觉生机。求王姬，救救我家少主吧！求王姬救救少主吧！其实他自己求死。我想到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然伤心的可以活下去了。王姬竟然一点都不明白。我要明白什么？苍玄殿下去救王姬时，看到少主抱着王姬，当时王姬气息已绝，整个战士化作灰烬
少主，他天生灵目，精通阵法，又没有受伤，他不可能走不出阵势的。可是他却抱着王姬在等死啊！少主，他宁可被烈火烧死，也不愿意离开王姬。难道王姬还不明白少主的心吗？他是不管生死，都一定要和王姬在一起啊！因为我伤心到自觉生气的吗？吴子言殿下的吩咐布置好了。很好。殿下，有王姬的消息了。小妖在哪儿？我去接她。王姬去了陈荣府。罢了，小妖能平安回来就好。把药给我吧，我来喂他。王姬，少主已经喝不进去药了，你们先出去，如果我不行的时候再喊你们，可以吗？有劳王姬了。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虽然你受了很重的伤，可你仍然有求生意志，喉咙明明伤得也很重，不管拖延多么艰难，可你总在极力地配合我。记得这个园子吗？就在这个园子里，你教我弹琴。我知道，其实每一次你都忍不住想亲我，可是你都极力忍下来了，还刻意的回避我。其实我什么都能感觉到，可是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。我喜欢看你自己跟自己较真儿，我喜欢逗你，可你一旦亲上了，就从小白兔变成大灰狼了，我躲都躲不掉。可如今你变成小白兔了，由着我欺负你，
快点醒来好吗？我喜欢你做大灰狼。你什么时候跑出来的？在这里偷偷的看。时神四主，他是个狡猾的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殿下，陈蓉小姐。王姬在里面吗？是。我还有些家务事要处理，就不打扰你们兄妹久别团聚了。待会儿再来看你和小妖。多谢了。你对我还说这种客气话。殿下，王姬在休息，奴婢去禀报一声。天山白，相守相伴长相思。淘淘养棉卫生巾邀您观看《长相思》第一季。我祈求此生的拥有，偏要长情在左，你在右。永恒的思念酿成酒，想写在人间走一走。我祈求来日的拥有，偏要瞬间拱手让爱永久。须臾的悲欢几藏够，相拥在轮回天尽头。隐去了可解因果，褪了初见你时的颜色。缘线勾勒一带过，日月陪你我对酒的心愿，我悲欢忐忑。
春花朵朵偏爱人间烟火。